大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大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文文祖。文文祖，文文祖，你好。他不晓得说话的，他是个娃。他跟你说话吗？不会。不会说话的。文文祖，你好。说给我水，给我吃的东西。他是比较威的。那他如果啊，我不喜欢他不晓得。他是个老姑娘，大脑是瘫的，他是老的。他羞羞，该要他伸出来，要他手在那边，手在那边。啊，真的才是这样的，到了中年，他又爱吃。20岁了。20岁。你好，文文祖，你好。害羞了，害羞了吗？他不是我们。你害羞了吗？我们是在乎他是美国嘞，好远好远。你看我，你这里看看。你好。这次的也好多，要2000啊。